鼓励大家咪到南投新营乡双龙吊桥，阿多个那哈石龙庙个一路去呢，嘛八路两个河里岸那面那个阿多你看双龙瀑布，一个两个是得是古木沙铁去呢，阿多很多嘞，我到石里滚个不给红包路，嘛一个两个说奥达那个两汉吉沙，说咩个木沙新鲜比那个更鲜乎，不哩滚那哈是咩多嘛是马路个那一路，没多个是马路的。今日新义乡木梭部金溪湖南投县吉布苏兰林明珍，木沙吉米达一路天使栈道，不是离婚一路十三文大哈双龙瀑布，阿多一个两个一路，配有十马路八路哈里，吉个印尼所写两个尼干大哈，波波那的马路山斯鲁梅扬。我们整个沿线，它那个铺面都是用扩张网来施工。这个部分扩张网施工，它第一就是不会破坏原有的一个现有环境跟植被哈，那第二呢，就是它在这方面可以对未来维护，管理部分也对我们有相当有帮助。所以在未来这整个栈道来说，在使用状况来说，我想会对我们地方的一些产业或是观光啊，一个带动一个很好的发展。跟第三 A 路那天使栈道，你看947公尺，使用的哈是每步加格拉卡汉，你看3300，所跟达拉巴罗的和库纳落差，你看100多公尺，使用的哈是每步加比拉，你看2100余万。波波那马哈达哈布列昆斯马路加，所呢你看希尼桑达哈斯布里戈，所呢你看那双龙水管吊桥，所巴罗的哈希亚的。韩达哈佩尤斯马路加哈个尼干345公尺，布巴罗利用说跟加拿大湾尼马哈巴罗利用加哈个希尼。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在新建第二期的工程总工程费是5500万我们要做新的吊桥那么将来双龙瀑布我们也可以从日月潭德化社那边把观光客吸引。经过潭南，然后在地利，在双龙，那么这条线呢是非常近的也值得我们去开发去推行的所以我们就规划好说，这个一旦设置完成，我们就把二日游的新乡的一个旅游动线都规划好连接到我们现在的玻璃吊桥，还有水帘洞，还有望乡部落的，还有东埔温泉。新义乡公所阿多马路利用噶不计分的哈尼尼干希尼，吉噶木多罗木梅亚古木啦，吉西马伊古利用噶西德摩萨铁亚，西丹那日月潭风景区，吉西马和巴罗噶西德伊金梅亚斯布里戈马梅亚铁亚，所尼尼干的哈希尼波波那马哈伊古利用噶圣杜古那阿朗西德，伊万那位编译。